我们每次呢举办的活动都会选择一个乡镇或是两个乡镇，像去年我们就做口湖跟大杯，今年就选择古坑，因为我们平常呢就在我们高雄的会馆呢来举办我们的急难救助、伤战补助。我真感谢，因为咱芬哥做爱会哦，为咱的苏万基理事长创会以来啦吼，包括罗荣福理事长吼，就介绍理事长对芬林拢非常关心。每一年每一年吼，拢当来帮助咱绿色团体，甚至呢吼有真侪哦，咱的学生囡啦吼，这个奖助学金哦，也这个帮忙啦吼。咱的余金龙理事长吼，带领着咱芬哥做爱会所有吼，咱做诚心联署哦，嘛是咱的乡亲啦吼。当来高坑乡哦，关键哦，咱给。收入高，每一户拢有，每一户每一个人拢有3000块吼，让因会当吼，伫遐安家啦吼。